双层巴士东风去，不同视角看台北。林语堂故居，感受东西合璧之美。圆山密道，一探神秘色彩。听说呢，它是全世界最长的密道溜滑梯。大街小巷弥漫浓浓异国香，火炉慢烤，阿根廷人情味。三江海南鸡谱出音乐人新旋律。我们不会选太大只的，我们大概养60天左右的，大概2斤多重的鸡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旅行东西君本周6日1314陪你玩乐一生一世。